你不在那边跑到那边的哎我没有我你不在那边跑到那边的上班吗上班吗你上班吗我刚才压不到我上班吗我咋没你不在那边的你不在那边的你不在那边的我马叫什么呢你不在那边的你不在那边的你是真的不在不不是老天不给你好走我给你干了那哪里干的了你干的压不得下不了你不上班就你这个小你这个啊你不上班你跑了干嘛你那打我们九十的时间不会是把记录都给你看的了是的车看你病人到了我电话你不上班你跑了干嘛我是不上心啊你不上班你打我你不上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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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了干嘛你不上班你跑了干嘛我要挂急诊我找你你跑了干嘛你不上班你跑了干嘛干的啊你摸的你知道你不上班跑了干嘛干的你做的要不得就是个病房你不上班跑了干嘛要不得你不上班跑了干嘛我说你要不得哎张车长你不上班跑了干嘛我没干嘛你干嘛跑你干嘛跑你干嘛跑你你不上班干嘛上班你不上下我看我等我的等我把紧张的嘞做个全国紧张的是吧你还要干我你看我什么没有我说我说你扯个你我有事你啊行快去快去快去我跟你讲你看你什么有有心都不跑嘛你看你心不你等不等就过来要等不等就那里行快去好像没太急症的啊慢慢要你给我搞到什么原因要不就是干干好下不了走我把你解决发生了我看这塞哪里人走的我们看样子说不错的下不了现在抓起公斤人家都干着样子你老了我想你当个老好了下不了我明天就两个大学生要过去做一句养一句是不是你不上班你跑到那边你跑到那干嘛你又不怕假半个人我都行不得我们就是认识干道理是不是但你再也不到人力我跟你讲打的别再要想你们扎着个干道理吧为什么打的不理你到底我的车子是你再跟我讲你再说远一步去啊那你赶紧远一步看到我们要喊干部啊我说我跑到我车子好了吧跑你跑我你跑你不跑了看你们喝什么点下不了等等等等你看你们这个干嘛